师傅，生日快乐，师傅好，谢谢师傅对我们对我的救度，以后要好好修炼，不负师傅的救度之恩，谢谢师傅。师傅，自从1996年修炼以来，我本人呢是一个从头到脚没一个好的地方，都是全身有病的。自从念法轮大法以后，师父对我的呵护，对我的保护，我全身症状不到2个月全部消失，这是就谢谢师父的呵护和帮助。我以后要好好修炼，才能对得起师父。好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救度之恩啊！通过。救度众生的时候，我讲真相，跟有些有缘人讲真相，是众生能够很欢喜的接受。发真念的时候，我用多学法，用师父的大法力量增加发真念的力度，每天每一个小时都坚持到底，就坚持法。学法的时候，我是每天早晨5点钟，晚上8点钟，一时坚持到底，每天都不落下。由于学法那个大法有法的力量，做三件事呢都很顺利，众生呢也很欢迎，也很接受。谢谢师父的就对我的教育指导，谢谢师父。